这是算欢迎啊，是啊。各位同心，大家高早，大家好。全世界敢若台湾人承认中华民国，到今日你敢讲无中华民国，大家还阁头壳戆戆。你甲看，有对一个国家承认讲有中华民国，你想看麦？你认真甲想啊，有无？无呢吼。啊，敢若对台湾岛内底只台湾人讲有中华民国，但是你以前你绝对无你想到，你绝对不会去想。全世界无人讲有中华民国，敢若台湾人讲有中华民国啊，所以。中华民国的选举，中华民国的总统，中华民国立法委员，中华民国议员，中华民国的馆长，可见这是啥骗的？这是真真正正的诈骗集团。哦，你今日你敢想看吗？我讲这个你也想看吗？全世界无人讲有中华民国，啊，中华民国去参加全世界的所有的组织。嘛拢唔捌用过中华民国，每一届，那中国的官员来台湾的时阵，国民党这些人早甲离开开，啊！你承认中华民国、冒中华民国的国旗的什么人？民进党。啊，所以你袂感觉讲，咱这世人，拢生活伫迄个矛盾。的时代吗？你别安尼想吗？好，啊，既然你知影讲生活伫矛盾的时代，啊，你既然有脑筋，你都爱想讲，啊，这中华民国要甲去掉，啊，有法度去掉无？当然是有啊，啊无你来这上课要当啥？对吧？好，你来这上课，中华民国要去掉，但是依咱的功夫。还太早，安怎讲？69年的教育，中国人所写的历史课本，跟你讲的，是一套完全跟事实不一样的台湾历史。啊，你都误解去啊！所以初级班一声就跟你讲，台湾战败，所以无光复节。战败哪有光复节？战胜的国家。唔叫光复节，啊！阵互你占领啦，你的土地占领后，你袂当永远甲占呢。时间到，你也是爱撤退呢。69年啊，中华民国应该撤退啊啦。啊，好佳哉！伫中华民国占台湾60年的时阵，咱台湾民政府发现讲。台湾这块土地，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，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的所在。问题是台湾人戆戆，还阁秒看，颠倒会甲你问讲：啊，美国占领，安奈拢无看到美军？实际上，美国占领台湾，为这69年来底，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呢。拄啊开始的时阵有。伊用什么？美国的迄个军事顾问团，你唔知记无？伫迄个中山北路啊，美军顾问团。迄个时阵，咱台湾人嘛未晓想，奇怪，安那美国拢占伫台湾，啊，佫就是美军顾问团。迄当初美国人伫台湾犯罪，中华民国法律要甲办，未办的呢？都爱一定安那，予伊光光然然离开台湾，等于美国去审判。啊，美国有审判无审判，拢另外一回事呢。啊，但你一定感觉，迄当阵呢，蒋介石就是利用这个民族主义，伫咱台湾岛内底煽动台湾人的反美的心态。其实你从占领，咱予美国占领，啊，但是是中华民国代替美国的军事政府占领咱台湾。所以你想讲这个结构，这整个结构下来，台湾人若要抗议，
中华民国不对的地方去凯达格兰抗议有效无？绝对无效，因为后边美什么人伫咧？美国伫咧。美国等于是当处长，中华民国是总经理。总经理的决定唔对，爱甲当处长抗议，啊不，你甲当总经理抗议了哈，伊不爱插伊啊，用就是这样。所以台湾的规个历史啊，很清楚。尤其咱即马找着一个中华民国的弱点，伊的弱点伫倒？伊伫1942年1月10日，甲咱改变咱的身份，变作中华民国国籍。啊，中华民国都无国籍啊！啊，甲你改作中华民国国籍，刷入去阁发一张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给你。这实在是很荒唐的事情呢。这张公民公文，恁头几摆拢有看到？因为这张公文，中华民国有一个法律依据，将咱的大日本帝国的国民的公民，把咱改做中华民国国籍，而且是集体规划，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的国籍。你该想看麦啊？恁家己用普通的头脑去想，这敢无合法？不合法。啊，不合法咩啦？那阵这个代志无合法啦吼，阿爸问你咧，台湾人要安怎？甲董事长报告，迄是台湾人足高义的，较高，唔才对，是不是？啊！那这几年，台湾人拢不要过，台湾人拢不要过。不啦，台湾人，你讲吼，咱来讲一个代志，就是讲吼，有真侪代志，你讲这个不公平，不公平啊！不公平的话，你要提出告诉啊！这个提出告诉，你都要找到什么人？什么人是搞人害的人？啊，结果啊，看不起呢。找到源头，这就是源头啊，这份就是源头啊。我台湾人好好在这，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国民公民，无代无志，让你变成中华民国的国籍，你就是你有欢喜啦，就是你有欢喜。你当时嘛无签一个你的同意书，还是你的爸母签一个同意书，拢无签呢，咱拢无签呢。咱的阿公阿嬷嘛无签呢，阿姨凭啥物一签就甲恁变成中华民国国籍？对啊，甲过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过是稳赢的，我甲你保证，绝对赢的。过来，好赢。判决法院甲你判决讲你赢，啊，过过咧。美国讲啊，过过咧，你赢，你台湾人赢。迄个中华民国国籍取消。让你们恢复大日本帝国的国籍，还过呢？嘿嘿，他跟官照是一定的啦，就没中华民国了嘛，没中华民国，还过边啦？你想看看，成立咱的政府没有错，但这个成立咱的政府法律有规定，政政法有规定，讲去用占领地区的老百姓，要家己成立民政府，平民政府叫做 civil government。啊，在台湾叫做台湾民政府，但是这个时阵的美国还没离开台湾哦。美国来占领台湾的时阵，伊叫做美国军政府，而我们就叫做台湾民政府。好，来，你行李吧。美国讲，我尽管行李，请你将台湾人吹出来，是台湾人家去。稍等，稍等，你拢乌白牙呢？哦，台湾人你着牙，啊，我着要讲台语，我台湾人，阮老爸老母台湾人，我着牙。No，还有证件。你摕身份证是啥物款的身份证？你中国人啊？你中国人啊？对不对？这个时阵你就一定要安怎？改变身份，改变身份安怎？办身份证啊！
啊，足简单，就是办身份证啊。啊，这身份证是啥物人印的？咱家己印的，对啊，美国印的，美国国安局印的。恁听有无？所以有个人讲要甲办身份证吼，伊敢若要想迄个后壁的好处啦。我甲讲啊，办身份证有啥物好处？拢无，拢无好处。但是这张身份证证明你是台湾人，安尼好处呢？恁听有无？啊，这就拢完全法律。所以咱唔免去拜托人讲，你都爱来办台湾民政府的台湾人的身份证，你免讲拜托。伊早晚一定爱来，我跟你讲。佮即马若歹来上课的，万免来无要紧。早晚伊有一天暗时困起来，哎，安尼拢是迄支旗啊，甚物名、甚物旗啊，拢冇看的。台湾民政委旗啊，咱即马迄个旗啊，因贵啊十万分。美军啊，一摆迄支旗就好起来。恁听有无？所以台湾民政府的执政。就迫在眼前了，但迫在眼前，上个重要，对咱那有人好通甲接政权。你唔相信？美军那一摆宣布台湾民政府执政，首先国民党，中国国民党，伊嘛讲，嗯，啊那安尼，你就甲讲，中华民国已经离开台湾啦。你若要国民党，你若要执政，你若要做官，请你去金门妈祖。啊，民进党，我嘛台湾人呢，讲伊嘛要执政呢，咱就甲讲，啊，你身份证摕了我看卖啊。哦，你是中华民国的派系，中华民国的地址伫金门妈祖，请你离开。所以，这种诶，咱像咱这种诶。革命，那是革命啊！但咱这种的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。你唔通听到革命哦，啊，大家拢皮皮喘，也好笑哦。革命，我来只上个个革命，啊，你害我叫人来清算。未啦，咱这是吼、哦、法理革命啦、啊。咱绝对袂让咱的同心去做革命先烈。革命先烈什么意思？死去了啦，对不对？咱是要做革命先行者，先行的人啦，先行的人才有东西好吃呢，对吧？人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呢，啊，不过早起的虫儿被鸟吃。咱是会做早起的鸟儿，因为咱先飞嘛，先行者，所以我们以后。因为咱是安尼咧上课，咱遐几十个月上课没有问题，但后摆执政的时阵，面对的是几千万人呢，咱哪有机会讲坐咧遮咧讲这？所以恁一定爱去读迄本《新台湾论》啦，唔是我咧讲啊，迄本《新台湾论》真正是吼，花了我很多的心血所写，我拢总写几本，有十八本。整个经过的法理最重要的集合在新台湾论。今天下午的两点钟，我们新台湾，我们有那个滚秀的考试，滚秀考拢考啥？就是考新台湾论。这个高级班毕业的人才有资格去考、哦、这很简单，但是拢考袂过，200题的考题，两点钟久，让他科是非打圈打叉，阿科选择一二三四，一般来讲拢考无六十分啊。你要选么？你要选么？嗯，因为题目我足敖出题，我甲你保证，我出的题，你头一摆看过，对。你稍等，搁读一摆，第二摆搁读嘞，哎、欸，唔对。哎，搁读一摆，搁读，哎，搁对。我讲一题是非选择，我给你保证，让你这样读读读读五六摆，六摆你才不知道讲缺哪啥。所以我讲是非题先卖下，我跟你讲，先去写选择题。啊，选择题哦，
也不简单呢。我给你保证，给你选择题一对，二嘛对，三嘛对，啊四嘛对，安尼咩啊？啊，就无迄个以上皆是的嘞。所以哦，啊没有倒扣哦，拢无倒扣哦，拢是你若跳掉一条就零点五分哦，啊你扣无六十分。大部分哦，那抄一摆课的拢才三四十分。啊，考试完吼，大家这两边嘴拢红红。我讲啊，到时了嘛，哦，好烫哦。这就是讲哦，法律的物件真的不简单呐、啊，不是讲吼、哦，法律安尼，你那上课很高兴啊，哦，初级班、高级班听听了。很高兴出去就是说你能开班授课，无遐简单呐、啊，我无甲你骗呐。你也看嘛，有咱台湾69年来，有三人去过美国过了成功诶，无呢？敢若有一个人我呢，代表台湾民政府呢，也对啊，爱拍手才对啊。足侪人伫过过诶时阵哦，阿未超过三个半年哦。其他一个月就叫拍倒转来，那叫做无聊诉讼，无法律的基础啊！我还记得咱的迄个二班的家属啦，白色恐怖的家属啦，啊，毋是用抓关有无？吼、哦，无期徒刑啦，判死刑啦，啊，十几年拢抓关，关关的即摆出来的时阵哦，因足唔甘愿呢，要诶来告美国，叫美国来赔，拢阿捌一半尔。啊！大家集资以后啊，去甲告美国。哼！连番你含信老百姓来驳回，咱台湾民政府也无去予美国关，也无中华民国关，咱一个甲告。美国国务院上台足看咱无去的，伊头一张的迄个文安怎甲迄个翻译讲的？国家免诉。有这条国际法，有这条国家唔免防过啊。老百姓咩国国家无效啊，国家免诉。所以美国国务院讲我免去。翻译甲讲小等嘞，小等嘞，无人你甲你告啦，人是告你的人权呐、啊。啊，美国的宪法内底有规定人权为先呐、啊，人是告你宪法的问题呢，你也来。啊，所以国务院不得已派两个哈佛毕业的。就来，安尼来回十二摆，连番的判出来。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承认的政府，本土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的连接，承认台湾这块土地，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，要求美国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管告。咱连番的安尼啊。高等法呢，咱就唔甘愿啊！咱就是讲，按高等法呢来加告，叫伊正反刑咱。所以高等法呢，甲告落去，法院上甲恁问讲，会使哩啊？阮即个也做你台湾的管辖权啊，我承认啊。啊，但是你找四千个台湾人来接正反，哎、啊，你讲这有公道无？有嘛吼？我迄个时阵还阁戆戆，虽然我伫告美国，我拢无想到这点。我一日甲美国讲啊，我就是台湾人，用 sorry， 连你都不是。哎、欸，谁人我不是台湾人？用你的身份证提出来看卖，中华民国。你的 passport 提出来，中华民国。我系啊，安尼变嘛。所以伊就伫迄个时阵就甲咱讲，恁爱去成立。一个叫做台湾民政府，同时要设立政府以后设立参众议院，要通过法律，所以我们第一个法案叫做啥？台湾公民权利法案。台湾公民权利法案是2008年的2月2号，迄伫美国的国定法里面判决以前，咱就成立啦，伊就甲咱讲。成立以后，咱的参众议院马上成立，开始写《公民权利法案》。恁拢有摕到一本嘛？是不是？《公民权利法案》咱写好，
都要送到美国心脏呢。我讲，是啊，都要给你心脏。美国跟你讲，我是占领者，你爱我看啊。哦，你就好看。公民权利法案拢总写过三摆，写好给美国，美国拍倒转来，搁写，搁拍倒转来。咱上海拄啊开始思想有一点，咱将中国人甲台湾人夹做伙去啊，不对。照道理，台湾这块土地是应该拢总是本土台湾人，若有中国人来，因是占领者的身份，而不是跟我们一样。所以后摆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，敢若有本土台湾人会当做行政官员，啊，若中国籍的就不行。所以咱的身份证有分做 TW， 就是本土台湾人 ；PTW，PTW 是啥？就是讲。敢若讲，因为咱即摆台湾人无国籍，恁知影嘛吼？中国人有国籍，中国人甲台湾人结婚生个囡仔，什么籍？中国籍。无国籍甲国籍结婚，小孩子一定是什么？有国籍。啊，但这个有国籍，我们就有意见了。我台湾只是暂时没有国籍。所以这个生的孩子，这个我们就给合作那个名叫做 PTW 了。啊，如果中国是没有话讲，就是 CE。 我们分成三个阶段，但是 PTW 虽然现在是 PTW， 我们一执政 PTW 就可以变成 TW、啊、但是这里变成 TW 就一定要他自己本人同意。这样您听有没有、哦、这个法律的那个关系啦、哦、就是这样。国际班呢，你读的拢是较细腻、较细节，而且这些细节，你一定要摆脱你过去你的思想所想的事情，要个摆脱。你没有摆脱的话，你时常会弄错。何必讲？咱今日爱讲话拢讲啊，伊外省人不对。叫做外国人，为中国来的，不是台湾人嘛？外国人还是叫做中国人？所以你千万唔通讲哦，内地诶，什么是内？内地是日本呢？但是即马一挂遐亚青啊，去中国一个趁钱，倒转来讲内地啊，是怎样？敢若为钱就死啊！你看台湾人为钱就死啊？那个不是我们的内地，真正内地是啥？是日本。所以普通像大陆也不对呢。你是中国大陆还是欧洲大陆还是美国大陆？有很多大陆啊，就干脆别那麻烦，你就来那边，你就说中国就好了。这方面如果电视来说、哦、民视做得最好、啊、其他、哦、马英九他们这个国民党的团体，伊即马知影咱伫进行，阿妈知影讲咱伫新身份证，阿妈知影讲四千分以后我们会接证，所以去申请，咱即马身份证申请一定爱提啥？户籍成本。户籍成本的时阵啊，本来咱咧签户籍成本拢无问题啊，拄啊开始的时阵啊，你若签我就好你若签我，即马伊煞感觉讲不对呢，阿来这几人咧签，所以即马签的人户籍。单位都会跟你说，会跟你问说，你穿这要创什么？对不对？你，啊，很简单。我要用啊。分财产，最美。我要分财产啊。一定要给你。但是，会这样跟你问，主要就是说，他要统计。统计说，到底有多少台湾人申请户籍成本，要知道他是日本人。户籍登本，他们讲这个是全世界，敢那日本、敢咱台湾有在做呢。顶关记啊，足清楚的。恁的户籍登本，你捌看无？捌看会举手？等，我讲了伤早。恁的过去的，恁的老爸、老母、阿公、阿嬷的户籍登本，你捌看会举手？是不是用毛笔写？对不对？啊，毛笔内底写啥？毛笔拢写是。伊个出世叫做昭和几年、大正几年有无？我拢定爱讲一个故事啦。
两只牛生的囡仔一定是啥？两只牛生的囡仔绝对袂变做老虎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你会笑啊？但是实际上你看，两个日本人生的囡仔叫做中国人，你不会很好笑吗？我若讲安，你就听有啊嘛，对不对？你的老爸老母、你的阿公阿嬷拢是日本人，啊，生甲你变成中国人，中华民国，哪有迄个代志？对不对？啊，有当听哦，我咧讲讲这個，有当拢有的人拢听无呢？真正台湾人足钝的呢。啊，但你若讲哦，两只牛生的囡仔是牛，啊，不你讲两只牛生的囡仔是老虎，伊讲你去嬉笑。啊，你甲问讲，啊，无恁老爸老母拢是日本人？啊，你是什么人？伊听到这款话，伊安那愣住，啊，你要一再去想。所以我跟你讲哦，咱这个法理的这个论述啊，所向无敌啦，什么人拢不爱要跟咱辩啦。所以遐台独的大脑即摆哪讲？嗯，啊，都台湾民众有讲，拢对啦。但是现实的国际不是这样，我袂讲，现实的国际就是爱照咱讲的这个在行。人美国拢照这里行，美国从来没有承认中华民国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美国干那承认一个叫《台湾关系法》的，那叫做《台湾 Authority》。先让《台湾关系法》制造，1979年1月1号，《台湾关系法》生效啊。中华民国和美国断交是伫1978年12月31号啊，这个《台湾关系法》就那个接起来。这个接是接啥？接他的管辖权呐、啊，你听有无？所以奥巴马去日本4月份，去年4月份，跟日本讲，我美国对于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，对于尖阁群岛我有施政权，我有管辖权。至于钓鱼台的尖阁群岛的主权，我们暂时不评论。啊，其实这个主权什么人的？日本天皇，不是日本，日本天皇的。同样的事情，你敢想看看，琉球现在兴日本政府，这个日本政府是不是大日本帝国的日本政府？ No， 宪法给改过了，所以本来的大日本帝国，把改宪法变成日本政府。啊，日本帝国还有一个吗？有吗？有，对对。日本帝国跟日本政府不一样呢，那宪法不一样就不一样呢。但是我跟你问，咱说咱台湾是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台湾，啊，人家跟你问说，啊，你现在大日本帝国还有一个吗？啊？嗯，啊，什么没，什么有？到底有啊无？啊来，有诶举手，有伫咧举手，无诶举手。好啦，势均力敌，我徛伫有这边啦。原来，只要日本天皇存在的一天，大日本帝国就存在。恁听有啊？啊，过来。好，问得好，因为大日本帝国，日本天皇代表大日本帝国。你懂吗？哦，天皇就是大代表日本帝国，一直人代表日本帝国，没有其他人可以代表，连首相都不是，首相只是能够代表大日本帝国的政府机关而已。这是咱台湾人无法度理解的所在，因为台湾和中华民国迄款所谓的民主观念啊，弄错了，清朝。是有皇帝的所在，对不对？日本也有皇帝。其实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前，全世界真多国家拢总有皇帝，差不多几乎都是皇帝啦，啊，无就女王啦。是后尾啊，美国伫推动什么自由民主，啊，用选举。本来所有的国家拢是属天皇，啊，无是属皇帝，啊，是属这个叫做国王还是女王的。主权啊，咱老百日本，那个中国的是安尼，中国的清朝啊，
的皇帝是将老百姓当作伊奴隶，但是本天皇唔是将这个子民当作奴隶，伊甲你叫做臣民。所以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内底，一天到晚在改朝换代，就刚刚我们皇帝嘛在换。但是日本的天皇有换无？无，两三千年来还是那一个伊迄个系统。不过日本天皇嘛有一个缺点啦，伊吼拢近亲繁殖啦，就是讲伊结婚吼，干那只能。这两最近的这两三年吼，伊较会晓讲吼，皇太子去外口去娶，去找伊，啊，做查某囡仔来结婚。以前的皇帝吼，这讲起来是日本的丑闻呐。以前的皇帝袂当伫外口含百姓结婚呢，伊都爱找因皇族的人结婚呢。啊，你讲近亲繁殖弄个弄个呐，变做啥白痴啦。所以。咱甲看迄日本册，以前幕府将军的时候，有几啊代幕府啊，拢是白痴，有啊。但迄出册叫什么名？迄个叫做，伊咧讲迄个啊，做伊要幕府伫要结束以前，伊的迄个幕府将军啊，毋是德川家康，搁落来啦。如故以后，伊后代拢是白痴。伊即马较会晓讲吼，原来近亲繁殖一定是白痴。啊，较远个啊呐，较远个血统啦，较远个，敢生囡仔也较好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台湾民政府呐，即阵要安怎？来去欧洲，毋是欧洲啦，迄、那个北欧，少年个查甫查某叫来台湾读册，然后。可以学迄个都给他学会。哎、啊，那叫台湾人还是娶台湾人，上一栋厝，你看安尼好唔？安尼好唔？好嘛吼，嗯，啊对，基因改造，当然哦，基因改造以后吼，啊，中国来台湾一个看，哎呦，安尼拢变作金塔门，啊，拢讲起什么话啊，英语。伊都跟我们讲讲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都自己开玩笑啦。但是我是有这种构想，所以讲到转来，现主席咱台湾含日本的关系，先啊日本三一一，子妈咪就是迄海啸的代志，台湾人捡足济钱，足济钱给日本。因为内心，咱的内心，咱的头壳的内底，拢是啥？日本。咱的老爸老母，那即要搁伫咧啦，大部分拢是对日本非常的欣赏。啊，所以中国人伫咱台湾，伊就感觉讲，他们想不通，奇怪，啊，日本人来台湾拢乌白台啊，上帝甲你讲，日本人来台湾乌白台，伊是伫中国含你战争，所以甲你台啊。伊在台湾无台啊，拄啊，刚拄啊开始，拄啊开始的时阵，高山不服从日本的统治，反抗，因为迄当阵高山还阁唔是台湾的一部分，所以高山对日本人来伊反抗。当然，从1905年到1915年，日本派警察甲部队将这高山全面征服。安尼，台湾这块土地，日本天皇建立的主权，为迄当阵开始，台湾这一块土地才有主权，就是叫 sovereignty。迄当阵，欧洲的 sovereignty 的观念才灌输到我们台湾人的脑筋里面。当然，有人接受得较紧，有人接受得较慢。台湾人、甲中国人以前干呐捌啥？管辖权，伊唔知影什么叫租款。伊讲要管辖权，管辖权跟主权是不一样。奥巴马讲他有施政权，至于主权以后再说。意思就是啥？主权、那管辖权是不一样的东西。来，今天上课到这，谢谢。